好，我是诗慧。今天终于要拍之前有人敲完很久的大学的生活喽。我想要趁着这个学期是我最后一个学期，所以要来拍我大学的一周。然后我会拍一整个星期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大学生活有一点闷，所以拍一个星期才有东西。然后我们现在去上课 ，Hello。哎，还有一个人，耶、yeah ！上课，现在已经迟到了，日常迟到的日常，所以现在要走去搬。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.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y. I don't know. Hi, 我们今天上完唯一的一堂课，现在要去买文具，买麻将 paper， 买 T Live 吧。没有 T Live 只是顺路去罢了。哪里有？我们其实就是要去买学业上要用到的饮料，然后顺路我们才去喝 T Live。OK， 耶、yeah ，这个只是顺便吧，我们主要是要买麻将 paper。一百起来，哎呀，歪掉了，很夸张哎！送啊！都突然间安静，然后现在在我不喜欢出现在裸了，你已经出现，而且你是出现肚子，知道吗？OK， 乖乖的讨论 assignment， 不然他会被离的嘛。刚刚五名花 Alfred， 我以为你要讲是你。拜拜。嘿 ，Yolo， 我们现在去哪里？云顶。没有，不然我们要去吃小野按老虎机。佳慧的最爱。半夜三更。哇，今天是没有这样早上课，所以我就要剪片。有空的时候要剪片。噔。在我的房间。又是一天全新的上课天，上学去喽。下大雨，哎呀，下，给你们近距离看我一下。下大雨，现在在。在上完课啊，然后刚刚上课之前没有拍，因为忘记了，很不习惯拍。然后现在在我的补考地走，给你们看一下空空的。就是因为没有人，所以我才这样子拍。现在走进楼梯，嘿嘿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补考地长什么样子。有很多船哦，但是单单我的 cost 的 building 罢了，有四层，就这样子。我们现在要回家。今天没有什么拍到开头，然后刚刚上课完，然后现在要去吃午餐。Yeah. Let's go 吃午餐。Let's go 吃午餐。可以拍不要拍。不是不要拍，是忘记。来 DIY 看到帽子，所以我就想要戴。然后你帮我拍一下，我戴上来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我戴了过后。太小个了。开心了。今天全部准备应战三个小时游戏，那什么哪个东西？Hello， 一堆上课迟到的家伙。现在今天要比赛哦，你看我们的嘎灿。
嘎灿，大家说嘎灿。是上课的，希望给他这样子讲。耶、yeah, ，等下是你们两个人 present 了。对。那我要去。我们现在要去马六甲，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因为车坐不下去，我们两个人跑来坐巴士。被丢出来。讨伐一下们，耶、yeah, ！我们到了，下雨下雨，回到了我之前法律圈读书的时候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就从槟城坐巴士回马六甲上课。可是以前他几忙哦，讲当初每次我们想要出去玩，他都不得空，不然就是要睡觉。睡觉要睡觉，现在我们要去买票，买星期一的票。嗯，在这里吧。可是我不会走。还有多少？你在做什么？我的电话裂掉了，这条线。Oh my god！ 看这里，睡觉。没有要白色的背景才会比较明显，这一条线。还要。怎么办？可是我没有试过别的。今天就结束一整天，然后也是这个 vlog 的这个影片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也是卸了妆，我才想到我还没有做结尾，所以我就来做一个结尾。所以这次的大学的一周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